这顶冠到底写什么意思啊？大王不免着急，我读给您听。知性，伊是什么人啊？何为武将？何为帝人？各位，你也不修正，做帝将，做你也教会做世将，可怜逍遥。核证立盘，这名词，这问题，本王是前所未闻呐！奥妙，真是奥妙啊！这篇疑问，每一句拢是似有还无的疑问，无定所谓学问，却是无可解答啊！今前年哪路道，你果然是博学多闻，连天上的学问。你也了解呀，来来来，赶紧继续为本王解释这其中的含义啊！这其中的含义，是啊，那老大，但你不是智慧出众，关键文明。相信你一定有法跟我们大家说这问题的答案，敢不是呢？我啊，你这样是说话吞吞吐吐哦，莫非这个答案连你都不知道？对啦，哪里都你若是知道的话，金钟胆说给本王明白啊。大王，你跟他讲，我到投出这个碑文，你并无讲爱解说碑文的意思啊。这本王当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但是如果你能解说这个顶面的含义，你爱什么物件？金银财宝、珍珠玛瑙，甚至赢娶五个公主，只要你讲出嘴，本王我就收拾你。我无爱金银财宝，我又无想要娶公主，我只要只要啥？请大王出兵，游说各国，解读蜀国书之志。尊王挑战人拿路途，为列国唯一的统一国书。拿路途，你。好，有什么困难呢？哈，本王就答应你。现在你会使讲出答案咯。这答案么？大王，我今嘛也未用得讲。嗯，为什么未用得讲？我惊大王，你来得到答案了后，无得实现，都吃遐诺言呐。笑话，本王一向。言出必行，莫非你是怀疑本王的诚信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万一你出面，其他各国无愿意尊重，那呢，岂不是我的损失咯？
这嘛，大王，这怕呢，这是伊哪路道，伊的特殊啊。是啊，分明伊都根本唔知影答案，只是想要拖延时间。大王，你是千万唔通相信伊。哼，我既然敢读出这个碑文的天书，何来欺骗呢？大王，恁众人若是唔相信，那呢？什么相思我都无爱，过时。万载万载，本王我就答应你，现在动身往到各国，进来游说，七日为限，七天了后，你来处说明胆，我送你一个列国统一国书。好，一言万来。大王，七天了后，如果那落到，那无都讲出真正的答案，那大王又要如何处理呢？简单嘛，就依照婆罗门的教规，动手、挂机、抛眼、替你人民大王处置。好，咱就一言为定。为定。是第六天了，可是我王中之王，伊是谁？圣中之圣，伊又阁是谁？何为武将？何为地理？地理苦海，逍遥解脱。离开教会，去进涅槃。这秘密。奇奇的意思，也還有這些問題的答案，其實我也不知道。找真济修行的高人，拢无人会当回答我的问题。就算讲，我都看出碑文有离表面的意思，但是这其中真正的含义是，最时找到答案迄天，也是你降温的时刻。师父，我嘛想要赶紧找到答案，但是，什么人会当甲我讲？什么人会当指引我呢？放下过去你，接受现在你，
成全未来你，你就能找到了。我过去的我，接受现在我，成全未来的我。上将中亮，乾坤天地向中总。人生无常如幻想，早日到门免悲伤。生死业报轮回中，命数尽做计还亡。姑娘啊，请问谁是王中王，姓中姓，到底是何人啊？大梵天主是位王中之王，姓中之姓。那何位帝者，何位居人呢？你伫婆罗门家为帝者啊？不料婆罗门者为伊人，怎样来教会？怎样正念佛？何人定你苦海轮回？何人逍遥解脱孤独？只要时间，这事大梵天主认真修道之人，可脱苦海轮回，正得涅槃，就不尊敬梵王天主，就永远定立苦海，无法解脱。哎呀，不是不是啊，这我拢知影，这不是我要爱的答案。少年人，让我智慧千宝，你所问的问题，我无法度给你完全的答案。若非我大智慧之人，是无法度回答的啊。大智慧之人，除了阮师父，还阁有甚物人呢？那呢，你就应该回去问你的师父。我的师父，已经往生了啊！那你就应该好好想看卖，在你师父临终之前，可曾经留下什么遗教呢？师父临终之前所留下遗教吗？我一定尽我全力，毕生所学，全数传授于你。我的责任也将完成了，只剩最后一项，也是最重要一项。为师，我要求你，这也是为师最后的心愿啊。最后一项，
是最重要的一项。是说最后的心愿。我不对，佛陀终要升到了，终身为人天导师，无条大觉者，为师临老终死，伊无福气向他求道，所以我寄望你，你一定爱向伊学习正知正见，才会错过佛陀来到人间的大师因缘。素，你唔照进前交代我，一定爱去见佛陀。为什么？伊一定爱我去做佛陀呢？敢讲，伊是一名大觉者，伊真正会当解开我所有疑问吗？这。罢了，一点的疑问难消磨，一轮角者又如何？一探究竟在结果，一起落是讲要等偌久啦？哎呀，伊都八点哦，啊时间唔是已经到啊？哪会人还未来咧？啊，到底是要让本王等偌久的时间咧？恶仙王，请你莫动怒。我相信贾真言那罗陀是一个有智慧又搁守信用的人，相信不久之后，伊就马上来咯。是啊，人伫咧讲，千钧一发，一将是难求。伊若真正了解此秘门奇技者，咱照讲等伊有失何妨啊？大王说的是，如此难得的人才，将来会当为各国积善好力，促进和平共享啊！相信这一切是真计谈。计谈？哼！我看那老道只不过是装神弄鬼而已，伊根本都唔知影答案。早都不知道走去哪位了，伊啊是唔敢来了。这位大王啊，我建议您也是两早发出通缉令，逮捕一个欺世盗名的新棍。夫人，好歹那老头嘛是我的小弟，你的小姐啊。就算讲伊今日是言无来，那就算了，你嘛无需要再如此为难伊呀。我哪有算是为难伊啊？
那是那老哥伊家己讲的，只要我都讲出答案，到时阵就依照婆罗门教规，剁手、挂指、抛眼、弃去，任凭大王你处置啊！我只不过是爱伊照做履行，那有说是我为难伊嘞？夫人，弟，管哪？好了好了，我伊文大王受邀前来，是要来鉴定。伊罗巴灵王口中所说，这个未来的统一故事，啊，究竟是不是有这个才能？你不是来这，听恁阿爸要打嘴鼓啊！伊罗巴灵王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假前言拿罗多，伊到底要来唔来啊？绝对会来呀、啊！哼，文王等到无想要再等了，伊若是讲唔来，文王就此告辞啊！我无咯。郭兴王，请留步啊！大王，大王，怎样呢？哈？禀大王，假真言拿到多伊，伊安怎？伊来咯！来就来，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？是啊，你的反应未免嘛想怪大咯。不是啊，各位大王，王妃，假真言拿到多伊。哎呀，啊伊到底是安怎？你唔着紧讲，啊你若唔讲。文龙，我就抬你啊！大王饶命啊！现在，现在。Yeah.